总会生孩子呢？圣灵要临到你身上，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，因为所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。出于神的话，没有一句不是带着能力的。我是主的使女，请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。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，还没有迎娶，玛利亚就从圣灵怀孕。她未婚夫约瑟是个义人，不愿意羞辱她，想要暗暗地把她休了。玛利亚还没有结婚，怎么能怀孕呢？本来是个好女孩，不如就按把她休了。可是，哎，怎么办呢？正在约瑟思想这事情的时候，有主的使者向他显现。大卫的子孙约瑟，不要怕，只管娶玛利亚过来，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，她将要生一个儿子。你要给他取名叫耶稣，他要将他的民从罪恶当中救出来。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为应先知所说的话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。刚才似乎有主的使者向我显现，我就娶玛利亚过来，等她生了儿子就取名为耶稣，就这么定了，我现在就去办。童爷搜天使在他梦中显现，约瑟遵循了这些指示，并且照顾着他的家，他对玛利亚和耶稣持之不懈的付出，在孩子的出生和童年时起了重要的作用。在神的帮助下，这一家战胜了种种重大的阻碍。让我们来看看玛利亚如何坚守着自己的使命和怀着希望与忍耐，坚强地生下婴孩，那个为全人类带来希望的婴孩。全部都听着，我们外面有几家群下来，你们都来听好了。今天所有人各归各城，都有发明相册，听好了吗？我再说多一次啊！当地有集群下来，今天所有人各归各城，发明相册，马上去啊！到大卫的因为他是大卫一子的人，要和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。那时候，玛利亚的产期快到了。哎，没有，玛利亚，你看这里风景多好，风景如画，美不胜收。是有人醉酒打架，垃圾满地。你说这个世界美吗？是的。它青山绿水，原野中百花盛开，碧海蓝天，穹苍上星光灿烂。可是它也到处有丑恶，阿谀富贵，欺压百姓，不爱公义诚实，喜欢讹诈哄骗，自高自大，甚至不敬畏神。约瑟，你看前面有一个同福客栈，等。你们这里有地方让我们住下吗？我们这儿住都是达官贵人，没房就给你们住，快走。不要灰心，让我们再找一找。哎，你看那里又有一家。当，来喽。店家，请问你们这里有地方让我们住下吗？我们这儿都富贵商人，没住房子，穷人住，就住一宿。废话，再走。
这个世界大吗？是的，它田园宽广，城镇繁多，无数的高楼大厦，许多的华丽宾馆。可是它也小得可怜，连小小的圣婴耶稣都没有地方容纳。亲爱的主耶稣啊，你是天地的主宰，生命的真光，你创造世界万物和人类，你来到自己的地方，自己的人倒很将你接纳。好冷啊，天气怎么那么冷？哎，那两个在那干啥？天已经那么晚了，李文远在这干嘛呢？这位弟兄，我们没有地方住了。我这有马棚，你们可以过来住一晚吗？那方便吗？啊，方便方便。好，谢谢。玛利亚那时候产期已经到了。圣诞节的故事之所以美好，既是因为他经历过忍耐，也是因为他言说了希望与生存。圣诞颂歌吟唱大地上的和平，贺卡颂扬和平，家庭渴望和平，而新闻也让我们意识到它的稍纵即逝。第一个圣诞节宣告了和平的降临。在伯利恒的野地里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更次开始歌唱，有天使显现在他们面前，主人光照着他们，牧羊人就很害怕。不要怕，我来是要报给你们大喜的消息，是关乎万民的。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诞生的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。你们会看到一个婴孩包着布睡在马槽里，那就是记号了。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，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。好，我们就到伯利恒去看看所城市，这是主指是我们的，咱们走吧。好。是玛利亚所生，是从圣婴感孕而来的，我们就要将他取名为耶稣，因他将把自己的子民从困苦中解救出来。哦，先知所预言的王已经来到了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愿上帝的旨意成就。我们记得天使的赞美，在至高之处